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花12块钱买了2块鸡胸肉，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。首先在鸡胸肉里加一大勺淀粉，然后用手抓一抓。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
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味的红薯。红薯去皮，切成长条，放入锅中煮一分钟，再捞出来沥干水分。加一勺淀粉，搅拌均匀。放入五成热的油锅中，小火慢炸，炸到红薯条飘上来，就可以捞出来控油。锅中放两勺水，一勺糖，中火烧至白糖融化，糖色变黄，放入红薯条，炒均匀，再撒上白芝麻，炒均匀。美味的红薯条就做好啦，出锅摆盘，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赞哦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用西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西瓜划十字花刀，再用勺子取出260克西瓜瓤，这种白色的西瓜籽可以不用去掉，它是软的，可以吃掉，非常的有营养。再打入一颗鸡蛋，加三十thank you.
有机红米做一道糕点，先取一斤红米，泡在水中4个小时左右。把泡好的红米倒入料理机中，加入适量的牛奶，牛奶没过大米就可以，打成米浆。碗中放4克酵母，1勺白糖，倒入米浆，搅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2倍大，这样就发酵好啦。碗中装少许油，倒入米糊，再放上葡萄干，再放入锅中，大火蒸25分钟，再关火焖5分钟。把蒸好的米糕取出来晾凉，切开，美味的米糕就做好啦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用糯米粉和红薯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。首先我们把红薯去皮切片，去皮后的红薯大概350克左右，再放入碗中，放入锅中，大火蒸20分钟，蒸熟，再把蒸熟的红薯取出来，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压成红薯泥，再趁热加入200克糯米粉，先搅拌成絮状，像这样就可以，再捏成面团，捏成像这种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，再把它搓成长条，然后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再取一个剂子搓圆，再摁扁，再包入一块豆沙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馅料，像这样转动虎口把它包起来，再搓圆，全部都做好。再准备一个鸡蛋，搅散备用，准备适量的面包糠，再把红薯球蘸一层鸡蛋液，再裹一层面包糠，全部都做好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上下火160度，烤2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把它取出来。红薯糯米球这么做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外面非常的酥脆，里面软糯香甜，打开看一下，这个红薯球不放一滴油，吃多了也不会发胖哦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Thank you.
子都非常的适合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用豆腐和韭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准备400克面粉，加4克酵母粉，先把它们搅搅匀，再加230毫升温水，一边加一边搅拌，搅拌成这种面细状，再把它揉成面团，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中等软硬的面团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温暖的地方，发酵至两倍大。再准备一块老豆腐，用叉子压碎，也可以用手捏碎，像这样没有大颗粒就可以啦。再打入3颗鸡蛋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，像这种黏糊糊的样子就可以啦。热锅放油，油热之后倒入鸡蛋豆腐，用筷子快速搅拌一下，把它铺均匀，然后先不要动它，等它煎至一面凝固之后再给它翻一面，煎至两面金黄，再用铲子把它搅散，炒成这种小颗粒状就可以啦。先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小把韭菜，把根部切掉一点，然后再切成韭菜末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，再加一勺香油增香，一勺生抽调味，适量的胡椒粉，最后加一小勺盐，然后充分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馅料部分就做好啦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把醒好的面取出来，发好的面体积变大，里面全是蜂窝状，面板上多撒点干面粉，再把发好的面好好揉一揉，再揉5分钟左右，然后把它整理成圆形，然后再撒点干面粉，把它轻轻拍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把它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皮，厚度在 0.3 厘米左右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我们调好的馅料倒进来，然后铺均匀，再从一边把它卷起来，一边按压一边卷，尽量卷得紧实一点，这样不容易肉馅。卷好之后再切成2厘米左右的面积，切得小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熟。电饼铛或者是平底锅先刷油，不用加热，放入我们做好的卷子，这个时候不用开火，先盖上再醒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打开盖子，开中火再煎2分钟，煎至底部定型，再加入清水，水要从缝隙里加进去，没过豆腐卷的1/3处就可以，然后盖上再焖5分钟，把水分收干就可以啦。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韭菜香味。这样我们的韭菜豆腐卷就做好啦。再利用一个大盘子把它整个取出来，韭菜豆腐卷这样做比包子馅饼都简单，看一下非常的蓬松鲜软，豆腐和韭菜的搭配非常的鲜香，底部也是非常的焦香，孩子一次都能吃好几个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冬天天气冷，怎么发面蒸馒头简单又快速呢？而且发面不要只用酵母粉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10分钟发面的小技巧，保证你蒸出来的馒头雪白雪白的，鲜软又好吃，最主要是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200毫升温水，水温在40度左右，再加入一勺白糖，然后加入一个鸡蛋清，一勺白醋，
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加入鸡蛋清，可以让蒸出来的馒头更加的暄软有嚼劲。加入了白醋，可以使面粉发酵的更加快速，蒸出来的馒头更加的雪白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加入5克酵母粉，然后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粉融化，搅拌至看不到酵母粉颗粒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准备500克普通面粉，把搅拌好的酵母水慢慢的倒进来，一边倒一边搅拌。蒸馒头的面团不要和得太软了，一直搅拌至像这种大面絮状就可以，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有很多朋友蒸出来的馒头都不太光滑，其实是揉面的时候没有揉到位。这里我们可以分两次来揉面，第一次揉面的时候不太容易揉光滑，这个时候的面团表面看起来很粗糙，我们把面团转移到揉面垫上，先松弛两分钟。两分钟之后我们再来揉面，这个时候面团很容易就揉光滑了，而且面团变得更加的细腻。揉好的面团给它放到大碗里面，表面抹上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，这样做可以让馒头的表面变得更加的光亮好看，然后盖上保鲜膜给它密封好。然后锅中加入一碗清水，开小火把水温烧至温热，我们可以用手试一试温度，感觉有一点点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候把面团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醒发10分钟左右。醒面的过程中尽量不要打开盖子，以免影响发面效果。10分钟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满满的一大盆，面团发酵得非常好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非常丰富的蜂窝组织，里面也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案板上揉一揉排排气，我们尽量给它多揉一会儿，揉得越光滑，做出来的馒头就更加的细腻。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，然后分割成大小均匀的面积，面积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，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。然后把每个面积再揉一揉，整理成馒头的形状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揉好之后，馒头身皮上再撒上一点干淀粉，这样可以让蒸出来的馒头表面更加的光滑，吃起来更加的有嚼劲。做好的身皮直接放到蒸锅里面，这个时候先不要开火，摆放的时候中间要留有足够的缝隙，然后盖上盖子二次醒发5分钟，这一步非常的重要，不能省略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馒头生坯体积明显变大，看起来胖乎乎的，用手拿起来轻飘飘的就发酵好啦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水烧开之后大火蒸15分钟，时间到之后关火再焖3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馒头塌陷。现在3分钟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香喷喷的大馒头就蒸好啦。用手摁压一下，馒头快速回弹不塌陷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啦。学会这样发面，蒸出来的馒头非常的蓬松暄软，而且一点也不塌陷，表面光亮光亮的，掰开之后内部组织也是非常的丰富，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。天气冷的时候学会这个方法来发面，真的是非常的实用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分享一个懒人早餐饼。首先准备500克面粉，300毫升温牛奶，40到50度左右，搅拌成这种松散的面絮状。
吃吃，